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小刀 Gino 张小乔、林可为、雷如己、吴东燕日前参加中式饥饿游戏，大火几乎是当年乔杰利旗下成员，这次到香港进行两天外景，可说是五十流同学会。众人在经历过第一天挑战38小时雷吹诀的极致人物后，包括凌晨2点集合、4点飞机、7点落地、6点半收工的超紧缩行程，以为翻到结束录影后连吃饭力气都没有，没想到第二天早餐却只是 15%， 还需先通过一点小游戏过关后才能吃得到。工作全程结束后，大家在机场等班机回台，并请三位主持人一起评比这次表现。没想到小刀早在录完后就打专机飞走了，让许梦哲笑说，如果硬要说表现比较不好的，那应该是爱替台语的。被众人笑说，果真没有在场的比较衰。小刀组参加饥饿游戏，中式提供小刀的前乔杰利一人参加饥饿游戏，中式提供小刀的前乔杰利一人参加饥饿游戏，中式提供王仁甫又主持的饥饿游戏到香港出外景，中式提供